真没好算计。只是我听说司徒邪已经有女人了，叫什么林菲儿。那个女人不值一提，有什么资格和我比？那就是个被我踩在脚下的蝼蚁，听话还好，不听话就一巴掌。既然如此，我会全力为师妹促成此事，以后师妹发达了可别忘了师兄我。师兄放心。看招砍！魂彩飞扬，你果然来了。告诉我，害我师父名底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质问我们？你也配？你以为你今天还能活着离开吗？一剑朝天！师兄，毙了他！魂彩飞扬，本事不小，可惜你今日注定要亡。不说什么，看来我师父的被害和你们所在的势力也有脱不开的关系。那又如何？我们这次前来，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除掉你这个冥帝余孽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苍天一剑，简单，收拾他们。一个偏僻小地方的乡野村夫，能有如此修为？我们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既然如此，就不陪你玩了。给我闪！这是神兵，斩！看来今日没办法斩了这两人。撤！想走？你跑得了吗？什么声音？文师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伤的你？向天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，来不及解释了，有人追来了。去我房间。就是这里，那文采飞扬肯定就躲在这里。文渊宫的人给我出来，迎接上人。方无道，你这个叛徒也敢踏进文渊宫？没想到小地方竟然有这样风韵的女子。大胆愚昧人，真当本公主不敢毙了你？有本事就来，你这样的垃圾我文渊宫早就想除掉。敢如此和本公主说话，今日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住手！方公主稍安勿躁，别忘了我们来这里干什么。是上人。逆贼文采飞扬被我们击伤逃入了你们这里，速速把文采飞扬交出来。文采飞扬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用不着你知道，我们自己搜便可。站住，这里是文渊宫，容不得你们撒野。我走。于老师，日月镜，这两人的修为都达到了日月镜。不自量力，这两位是来自大世界的上人，敢顶撞上人，100个文渊宫都不够灭的。站住！萧景瑜，你敢阻拦？文采飞扬并不在此。你说不在就不在，只有搜了才知道。你说搜就搜，你不怕挨揍吗？萧景瑜，我的耐心让你们消磨没了，别逼我动手。这两位来自通天之路另一边的修士要抓文师伯，难道和冥帝的事情有关？动手就动手，你能自信胜得过老夫就行。那你要如何？我可以不挡路，但如果那人不在文渊宫怎么办？毕竟这涉及到我文渊宫的尊严。你想怎么样？如果不在，让方无道服一下谢罪。放肆！萧景瑜，你别做梦了，你这种条件两位上人怎么会答应？好，我答应。玉儿上人，你……方公主放心，那逆贼就藏在这里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。萧景瑜，
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，等两位上人揪出逆贼，你们文渊宫也脱不了干系。方武道，你就继续蹦跶，你就等着一会儿下跪吧。怎么样，有把握把文采飞扬藏好吗？你老都知道。废话，文渊宫能有什么事情瞒得过我？我布置了隐匿阵法，以这几人的水平应当发现不了。你的阵法水平我放心。我这边没找到。我也没找到。奇怪，文采飞扬应该不可能逃出这座院子。一定是文渊宫的人搞的鬼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胡说八道，找不到就说明人就不在这里，少在这里诬陷文渊宫。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！来。躲到八层地下室了，这也能被找到。我叫孟凡，蓝色沦陷的一百区。几十年前，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。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。为了抵御怪兽的侵袭，绝境中的人类开发出了图灵，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。这些人便是图灵师。大家亮出本命图灵，三尺小木棍，诺基亚手机，一星图灵师，普通的板砖。哎呦，这破板砖